拆一个三角骨。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好像有点没化透。现在天热了，收到之后你要是不及时吃的话，冷冻保存。对，现在天温度特别高了。我的这个是麻辣的，属实是有点没化，好像还带冰碴。哦，这个上好多肉，今天这个上。它没化，就粘在一起了。这一袋是150克。我比较爱吃上面带肉的，它有的时候这个带的肉就比较多，有的时候带的就少，带点肉我觉得很香。